各位同心，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是闭幕式哈，由我们参议院张文彦议长来演讲，请掌声欢迎，谢谢。就感谢大家，大家午安。咱今日啦。拄啊第三天嘛吼，啊第三天咱拢上尾啊，即个是闭幕式。啊，闭幕式就是讲咱三天来所了解，要来做一个总和啦。啊，咱过来学习一遍，看大家了解偌济。啊。首先啊，要来问大家，咱来这，家己认为讲，咱有来这读这个啊华语，家己有收获啊无？有嘛吼？所以大家。国去班有要过来无？哦，感恩啦，因为咱是一个研究的阶段啦。因为初级班、高级班，啊，咱高级班了后，咱有分一个结业的证书啦，表示讲你对法律啊。有了解啊！好、哦、啊，这大家甲大家足感谢，因为有恁啊，咱的目标才会完成啦、啊。有诶，奈讲安尼讲，实际上美国甲咱交代讲爱训练四千名嘛，啊，咱话拍拼咧训练，甲起码。啊，搁加强个训练，要到啊，四千名要到啊，所以，甲这个时阵啊，国际的局势甲看法，真济美国迄个东亚的助理国务卿叫做罗斯，伊在咧讲。2015年是台湾的重要的政治年啦。什么叫做台湾重要的政治年？我看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我所了解的美国啊，伊要做什么代志，拢有计划的，唔是讲。伊想到遐，才做到遐。美国人有诶，足反感诶，讲啊，你是世界诶警察，去到遐要插，去到遐要管。啊，实际上，因为伊，我真侪所得在去碰到困难，啊，真侪所在。的经验啊，累积起来来，甲咱指导。咱台湾民政府是根据啊，美国安怎甲咱讲，咱安怎做。所以这点爱予大家我足清楚。咱无家己哦讲。美国无甲咱交代的代志，咱家己也来做，无安尼啦。咱就是依照啊，咱开信典礼的时，按照我们美国甲咱支持我们的主张，我们的主张根据我们的啊主张啊来做。好、哦，啊，这大家我。有清楚啊嘛吼！啊，
即马我准备一些 PowerPoint， 照 PowerPoint 方式啊，啊，甲恁介绍啦。吼、哦，啊，咱即马首先是要感谢大家来参加，因为有你，咱啊，才有成功的啊机会啦。啊，甲因为你若无来，干那阮几个啊，我无可能啦。吼、哦，这是大家的代志。啊，若要甲大家讲，这是做好事的代志。有诶讲，啊，恁哪会讲咧做好事？实际上，我话较好运，我做老师啦。做老师就是啥？咧做好代志。因为讲到遮，写家己自我介绍者，讲咧做老师。因为做老师不必未一定去教人讲做歹，去骗人，去抢人，去玩高。做老师一定我要教我的学生比我更加有成就。咱的我所教的学生出来，大家去社会啊有贡献，咱就很欢喜。啊，实际上老师有一个好处啦，安那好处？即马我都有这个享受，这个好处，安那讲？欸，啊，我的学生都拢是企业界的，有的老板，有的老板娘。啊，伊看了老师，我有迄个专业，他也需要我这种专业的人才。叫我去做啥？做独立董事啦！独立董事，大家唔知在无？股票要发行，啊，一定爱有一个独立董事。啊，独立董事的，那是伊有迄个资格呢。你袂使凊彩讲叫一个来就遵守呢。啊，我是独立董事啊！啊，这那是伊看到啊。老师讲啊，阿多老师都已经，我七十几岁做老师，做到七十几岁退休了。啊，大家咧想讲，哎、欸，阿、啊、奈老师法都做到七十几岁退休，结果是照讲教授做到六十五岁，哈哈，老师也会使个人，啊，我做到七十啊。离会才退休，所以大家呐，无了解我的人，啊，大家课表摕起看卖，课表有我的名啦。哦，哎、欸，张文燕哦，啊，搁加两个字就好了，教授，上网去查一查，打上去，张文燕教授，找一找。上网 Google 去找，可以找到我了。哦，啊，安尼大家都会了解啊嘛，吼、哦。我真正伫好退休的时候，诶，职位是啥呢？讲座教授。哦，啊，讲座教授，恁大我会清楚啊，应该。那做老师做个教授都真棒啊嘛！哎、欸，阿兰哥去做讲座教授，我都是超越了啦。好、哦、啊，这都是我甲大家讲，做老师做老师的好处都是安尼。啊，我要讲我的学生，我的学生有诶，即马做个台湾大学。教授哥，系所主管，啊，这那是事实。哦，啊，大家安尼都，我清楚啊。所以，这拢是啥？拢咧做福音呢。我有做这个福音，学生囡仔有成长，伊唔才去想到讲，哎、欸、啊，这个老师
啊，都老岁啊，即马七十外岁啊，啊，都啥物拢无去啊，啊，无来叫伊来甲做一个独立董事一个。啊，加减来，我开南山的嘛。安尼大家唔知清楚无？我啊，这就是甲大家讲，因为我会使安尼讲，迄阵啊，咱也足认真啊，做老师啊。我教出来学生，第一我个要求，你出来一定要有谋生能力，要安怎跟人竞争？有诶讲啊，你好好毕业，你有啥物专长无？我甲我学生讲，你一定要去参加国家的考试。咱若讲你有啥物专长，有哦？我普通考试及格，我高等考试及格，我会计师考试及格。安尼你，那你若大家做头家，你要用啥物？干那用大学毕业证书讲啊？我读啥物大学毕业？啊！你去讲，哎、欸，我什么啊？大学毕业，我阁有高等考试及格证书。安尼，你是不是比别人较优秀？是啊，不是安尼？咱大家来这读册啦，来这做啊学员啦。因为恁都有比别人较优秀，恁才会选位家来啦。大家家己鼓掌一下。因为恁若无甲别人同款，恁敢会拣位家来？未啊！咱若无迄个缘分，直接见到面啦。啊，实在个啊！恁若无来遮上课，咱也有这个缘分见面，哦，啊，所以我就是要甲大家讲，咱这条路是100%正确的，因为依照国际法、啊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咱是。100%的正确，啊！咱还接受美国国防部的给咱指导，咱所做的代志，拢一卡步一卡印。大家会发现到，咱以前根本就无一个咱的信任基地。现在有这个信任基地，这拢是缘分啦。这就是，那是咱尤先生他所愿意建出来这一块信任基地。啊，这就甲大家讲，这那无这个。天意啊，我足困难的。什么代志拢有这个规定啦？啊，因为咱的出发点是什么？咱的出发点是为百姓的设想。咱的出发点，两三年前，咱的主张出来了后。咱过去思考讲，咱以后要来创什么？咱的出发点啊，的宗旨啊，是为百姓设想。咱比科比较早几啊年呢？科比即卖在做个代志，是毋是以我为百姓来设想？真正也变啊呢？七点。就开始工作了呢，
凡是七点就出门啊，七点半伫啊怎市政府要开会啊呢？啊，讲佛甲有当时啊，十一点才有转去呢。伊个公务啊，无过工个啦，都一个政府个官员，盖成安尼遐拼，咱去想看卖。伊个目的是啥物？咱去想，伊那是一个外科医师啊，照讲伊还足好过啊。何必伊即马出来咧做台北市政府，我足辛苦的呢？这是啥物？拢有一个理想，咱有一个理想，就是要为百姓设想。所以恁礼拜，恁大家拢这个责任。以后咱的目标拢是为百姓设想，哦，这爱甲大家啊了解讲的清楚。大家有这个心愿讲，恁要来参悟，当然我讲，你要做官，啊，若像柯文哲安尼在做官，有看我无？大家去想看卖咧啊！你愿意啊无？那真正愿意啊！大家来斗拼啊！啊，若无愿意吼，啊，就歹势。你无迄个福气。柯文哲有讲，天命啊，还有机会啊。就是天命啦，运气啦，运气的机会啦，再来就是努力啦。刚好他能够抓住这个时点啦，所以他选上了啊。这个就是因为我要讲，就是讲那科批啊，比人较慢啦啊。因为他为了要实现他的理想，他投进去，比做外科医生较无用。啊，你看，伊过年的时出一个要做啥？伊一个要做。等于是这个叫做后人啊，那个题字啦。啊，这是像阮学生提来向我的啦。阮学生到台北市，伊就去批有好嘢，伊讲哎啊老师啊，这你有需要？啊，提我甲讲好啊，买去拿这啊，足好啊，真正是改变人生啦。咱的目的那是要改变人生。要让我们的人民过得更好，要让我们的人民过得更好，这是我们的目标。这还是科批的理想，还是我们比较早的理想，我们是一时一个乡亲，就是一个家庭。好、哦、啊，这是科批的观念嘛。台北市就算一个家庭。啊，咱的目标是我一个国家，吼、哦，一个要给咱自治啊，咱也是算一个家庭同款大家庭。哦，啊，这就是爱好大家清楚的。来，咱过来，我头拄啊有讲到，这个人，哦，这个人，这跟咱拢有关系啦。是啊，跟咱拢有关系。
因为在2014年4月7日，啊，当然这个报纸出来4月7日，因为啊，应当是4月初四，啊，那台湾算起来都啊差不多4月初三。伊安怎讲？伊讲美国支持台湾主体啦，啊，这个主体是啊 autonomy 啊，就是讲要荷兰主体上面有人的主体啦，面顶有人啊，好你主体，啊，这是啥物？啊，拄啊有一个台大的经济啊，迄个教授甲问讲，啊，恁台湾民政府要行到倒一个程度？我都甲讲啊，讲啊，这个罗氏甲咱讲，叫咱自治啦，都哪家加拿大同款，澳洲同款，纽西兰同款。他就是大英啊联邦啊，就是大英国协来的一人。虽然一对外来讲加拿大，事实上他要尊敬这个英国的啊英皇。啊，咱呢，咱个人主题就是安怎，咱那是爱。尊敬啊，日本天皇啦，但是甲现在所有台湾的人的观念啊，有诶讲未接受啦。咱咧甲讲安尼，伊讲哪有可能？因这边讲未接受啊，这就是啥？70几年。流亡政府，就中国政府，拢咧制造啊仇日的心态，或日本的南京大屠杀，或日本安怎败安怎败，拢咧讲，啊，足奇怪啊！我的经验。我叫阮老爸叫奥多桑，叫阮老母叫卡匠，伊家叫讲呼米哦呼米哦，啊我到底是虾米人？我啦，迄阵啊，啊都中华民国来讲，咱是中国人啊，我啦。受中国的教育啊，60、70年来，哎呀，足奇怪啊！因咧讲甲做诶拢无共款呢。蒋中正告诉我们，杀猪拔毛，反攻大陆，啊，就对啊！我迄阵啊做兵诶时，我做义官诶时，那是讲，伫陈光林受信的时候，还是。每天都在唱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哎啊啊，足奇怪啊！佫刷来，佫甲芝麻讲，哎，两相好啦，真正，互阮感受到吼，足奇怪啦。所以，这大家去思考看卖。拢因为迄阵的时，阮阿公在做保证，保证大家应该清楚嘛吼。那个李定可能记录个吼，村的嘿嘿。那有咧，日本政府干有咧还钱？无啦，迄是那个。容易的职务啦，伊咧甲即村呢，咱啊四
阿罗去甲他发落，桥派去去甲到募款来做桥做路，拢咧做遮好代志啦。啊，甲即嘛来，里长也咧领钱啊。议员要互选，人咱去甲当一票，伊也要领钱啦。咱若甲当一票，伊拢要摕30块啦。啥物拢用钱咧？啥？拢咧啊做这个单位啦。啊，咱即马车拢为钱为迄、那个迄、那個、有这个。依照这个价值来衡量啦，你看这个卡棒是不是？迄个要做名牌包包，我甲阮太太讲，阮查某囝我好心啦，伊伫英国咧上班啦，送阮太太一卡包包啦，我讲迄你卖赶出去啦，你赶出去遐个。旁边那些人都看你那包啦，你那包你就要顾得好些的。就是这样，你一包10几万，管着手的都要害害。你说，你要去报人说，来家唱，来家唱，来家唱。家的迄、那个怎铁窗啦、铁门直直摔啦。迄阵啊，阮老爸迄阵的时代，后迄个铁窗、后迄个铁门，门要困在卡里呢，所以拢无这个代志啦。阿公，日本的时代外卖都外卖。啊，佮佮你讲一个好消息，即咱大家也无注意，回去爱去往去倒宣传。这回科批救灾演练的时，我去看电视，哎，出来啥？日本国旗也出来啊！台北市救灾演练，有看到电视的人。日本国旗的人举手一下看看，看大家有看到无？拢迄阵人较袂遐注意啦，拢唔知影啦，哈？什么？我听无。三天，这三天我拢在上课啦，要来看电视。都唔，这三天救灾演练，台北市的救灾演练过啊嘞，两三礼拜前的嘞。哦，伊迄就讲日本啊来参加这个演习啦，派人来遮，哎呀，足奇怪，足奇怪，咱的演习因会派人来，大家去想看卖咧，啊是安怎因要派人来？啊，另一个国家，阮来一个国家。实际上日本人很清楚，因为这两百度，大家看卖咧，边啊这两百度，这是什么？日本的二重桥啦，这个叫做二重桥啦，两个音一个二重桥啦，啊。住在这里、這個啊、日本天皇啦，啊，罗素在讲就是讲你们啊，给你们自治啦，啊，土地所有权就住在里面的人啦。伊个唔甲你讲啊清楚，甲你讲出来一半，讲要互恁自治，模糊啊，美国上爱模糊政策。
啊，所以咱遮读个有当时啊，足困难突破的。真正，我去甲我一个学生讲，伊啊足优秀啊。以前伫索尼啊，迄个做国际牌吼，一个做行销的经理，足优秀呀。啊，我是咧做讲座教，咧做助理教授啦。我甲讲，伊讲老师啊，插政治是咧比拳头母的呢。我甲讲哦，当然，你安尼讲，我那无法度可甲你否认啦。较早是安尼啊，即嘛，你爱了解讲国际法、战争法。你若唔知影国际法、战争法啦，当然你讲比拳头无呀。是安怎爱了解遮？尤其是战争法啦，咱台湾的学者拢无读啦。秘书长去请教彭明敏教授，彭明敏教授去甲请教的。彭明敏啊讲，啊林先生，我战争法无研究啦，啊，这那是事实啦。现在台独大佬他们的想法，拢以为住在这一块岛上的人民，就有自己可以来决定这一块土地的主权，因为想法。要安尼啦，实际上有可能无？无可能啦，安怎无可能？你上上课有讲过啊？无，我唔知啊。可能有诶老师有讲过啊，讲师有讲过啊。住伫国宾饭店诶人，因少少咧住。五六十年讲啊，咱来表决讲国宾是咱遮个住伫遮个人的主权，咱来斗阵分好啊，吼！安尼会使也袂使，是毋是讲这个话，互大家听过？啊，这就是安尼啊，这就是啥？台独的遮个人，伊都无了解到战争法。啊，无了解到确实台湾的迄个地位是安怎？伊敢若讲啊，到旧金山河边条约，讲日本放弃啦，啊，放弃到咱住伫遮的人个呀。我举两个例子，我甲讲吼，李登辉啊，要会审，有啊无？伊是安尼会审？伊若讲我着民选的啊，我台湾县甲改掉，我着变剩一个台湾啊，着台湾政府啊。伊若想要安尼啊，美国啊讲安怎？袂使你嘞，伊若错一个啊，袂使你，你想无啦？阿无行动神啦！现在要有台湾省主席，怎样压手者好不好？哦，谢谢啦！啊，有诶，我唔知啊。要有台湾省主席啦！台湾省主席就是新的市长啊，做两年嘛，啊，才退了后才去做。台湾省主席啦，林正泽啦，大家捌林正泽无？捌哩吼，我都甲伊捌同事过啦，我乃甲伊同事，
伊拄啊伫一个大学咧做董事啦，啊，我呐伫大学内底咧做董事啦，所以我知影。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啊，这就是李登辉的代志。阿扁啊，做到总统，伊讲李登辉要贿选袂使咧，好，我直接来申请联合国，资料扣扣咧，甲寄去。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希文甲退惊，连开也无甲开啦。伊安尼莫名其妙啊！联合国那，伊讲好啦，联合国唔敢接受，啊，再台独，再人讲、嗯、啊，都咱带伫遮来公投啊，好来办公投。啊，美国讲安怎？讲袂使哩，啊！你是麻烦制造者，有啊无？这大家知影啊，知影牙臭这里。嘿，差不多免去。伊就讲，阿扁啊，你是麻烦制造者。啊，你看，到尾阿扁啊讲，我无可能，什么人也无可能啦。啊，是不是安尼？啊，这都唔知影战争法律哪有法度？咱个讲倒转来，现在伊有甲咱讲啊，要互咱自治，就是咱在大日本啊之下的一个邦联。所以回去一定要跟咱的乡亲讲，咱是什么身份？咱是日本的台湾人，日本的本土台湾人，因为咱不是为中国下来的，咱不是啊中国人，依照马偕医院林玛丽做 DNA 的调查，咱大部分是平埔族的后裔啦，足简单，无固坐大位的，恁是毋是无固坐大位？那是的人，你就是平埔族的后裔啦，中国无这个例啦，中国无这个结婚的时无古阿来坐大位啦，这是平埔族的风俗啦。啊，这所以就足正确啊。咱讲咱中国人，哪有可能的代志？哦，这就是我要给大家知影啊，回去。一定要跟咱的朋友亲戚讲，咱现在的现况是啥？现在的现况就是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他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这安怎讲？咱从整个最近讲到来了 F18。降落有啊无？啊，迄阵啊，讲安怎？讲诶，我们有主权独立了啊，他怎么可以随便开战机降到我们台南机场来？大家想看卖？无想讲。美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下来，把日本打败，他是取得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只是委托蒋啊
中正派人来接收啊，接收了，恁都无法度阁转去中国去啊！啊，就安走走来秘伫遮，是安尼呢？啊，所以是这个现象。啊，讲迄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啊，美军要入来。迄阵啊，八八风灾，因那个救难机，迄阵啊宣布讲世界各国拢要来甲咱支援，咱迄个马英九讲全部拒绝，不爱让世界各国来救援。美国那是救援的飞机直接飞到台南去。台南机场降落，这哪拢熟悉的代志？迄哪有骗子啊？闹伫这个内底，吼、哦、啊！这是讲予大家我较了解，讲咱现在的现况是啥物？咱是美国占领嘛？啊，日本天皇还拥有台湾这块土地，因为是安怎？四月七日，中华民国跟咱讲啥？愚人节有安尼啊无？伊阵啊讲四月一号不能算哦，四月一号都是骗人的哦。哎、啊，很奇怪嘞，为什么会？我们以前是小孩子，怎么会教我们四月一号是愚人节？四月一号是什么日？大家思考看看。但四月一号是1945年四月一号，是日本天皇在台湾实施啊明治宪法，台湾选三个啊参议员到日本东京开会，还选五个众议员参加日本打战太平洋战争啊去战死的。在南洋打战啊，没有回来的战死的那些人死掉了以后，他把他安放在东京啊靖国神社，这拢是事实，有39,100，这拢事实啦，这个是不能磨灭的。因为按照国际法，日本已经把台湾原来是殖民地，慢慢啊，皇民化教育以后，把它改为啊不可分割的领土。变成台湾跟日本是不可分割的领土。早期中国也并不清楚，当时候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啦，还手握拳头告诉台湾人民说，台湾是我们不可分割的领土。那个时候刚好李登辉要选总统了，明显的总统，所以当时候他说、哦、台湾是他不可分割的领土，因为他不知道，后来他们高层都知道了。我们等一下也有一个啊幻灯片、哦、给大家知道，都知道了以后，现在改变了，他已经改变了。
在中国高层的都知道了，现在把台湾的问题，他们讲说啊，是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了。他已经现在讲核心改变了，不是说不可分割的领土，现在变成台湾是啊大日本帝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你用战争拿不了台湾，这个是摆明的。所以我们各位同亲回去啊，有小孩子你要告诉他加强日文，加强日文，以后我们是英文日文必要的，这是未来的趋势。谈到这边，有一次我们的学员，因为大家是初级班啊，高级班的时候了，有时候我都会问啊，有没有从国外回来初级班高级班受训通过的年轻人，如果年轻人我都有送一个徽章给他了啊，我们这个徽章给他，很难得从国外来有一个从南非来的，那个不知道第几期了，如果要查的话可以去查啊，查到那是第几期，南非回来的那个女孩子的年轻人，二十几岁啊，啊，我就请他来报告一下。他说他父亲啊叫他回来受训，受训完了以后啊，他还在大学读书了。他说还安排去日本啊交换学生一年，专门去学日文的。我看他的父亲啊真的是在培养他的孩子，学会以后我们都会用到的。所以我也在这个地方跟年轻同心讲，日文是未来蛮重要的，这个是大家有机会把握，哦，这个要告诉啊，我们再来看啊，下一个准备的 PowerPoint 来看看。这个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么这个就是啊，马英九的好友啊，金溥聪，他从美国刚回来的时候，对马英九讲说大船离港论。啊，早期当小孩子的时候都听到大船离港，哦，啊，这是大船离港的出港的，啊，那时候说离港啊，啊，现在说出港啊，啊，那时候大船离港是什么？美国载一些面粉啊，啊，牛奶啊，牛奶粉啊，来援助我们嘛。好，啊，现在他去美国做代表，回来就跟他说，啊，不怪大家都怎样闹跑啊，都在准备要闹跑啊。
啊，这都事实的啊，啊，这也不是我咧造谣吼，这拢有报道吼、哦，因为我本身是教授吼、哦，没有根据吼、哦，我不会乱讲啊，吼、哦，这一点不是讲咧卖药啊吼，啊，江湖来的底下咧跑跳的吼、哦，底下咧卖药吼、哦，有证据啊才会。给大家啊知道啊，你看啊，这个就是不是要准备绕跑了啊？当然，这个有的可能有的讲师会没有讲到了哈、哦，我也补充一下哈、哦，为什么？中国要玩这个阴的，因为中国已经在联合国为常任理事国，所以对联合国有影响，伊要想借着啊影响联合国来解决台湾问题啦，所以伊。噶，伫联合国诶文章诶，迄类拢有这些附件啊，讲有钱收回台湾澎湖啊。事实上，台湾澎湖啊，在他们的宪法里面啊，根本都没有台湾澎那个早期。中华民国也没有啊，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也没有台湾澎湖啊。事实上是这样啊，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当然，他是在玩阴的啦，写了玩阴的。他想用买通的方式来买台湾啊。用买通的方式啊，先给在联合国制造这些气氛啊，告诉这些联合国的一些小的国家，你们如果同意我这个观念，我在你们啊国家盖一个机场给你们，盖一条高速公路给你们，或是盖一条高速铁路给你们，小国家愿意不愿意？他说：“台湾澎湖对我没有关系啊，我当然是赞同啊！啊，你跟我盖一条，就是这样。”那么，尤其啊，中共在中国在徽州地区啊，做了很多盖机场的啦，盖公路的啦，完成了很多啊。这些是什么？主要。他要利用这些、啊、来花钱、啊啊、来造成这些事实，然后再来买台湾、哦啊、这个、啊、希拉蕊这个我们不讲了啦、哦啊、这个诸位钱我们也不讲了啦、哦、来看看这个，因为这个跟前面比较有关、啊、来看这个什么啊？第一次看到了举手一下好了，国防部啊，好，谢谢，迁到大直去了，国外特区啊不收钱了啊，国防部迁到大直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准备原来总统府这个是日据时代的留下来的，是不是日本要来接收了？他赶快让出来。啊，大家去思考这些。哦，啊，这些。
2014年11月哦9号，现在是2015年啊5月多了。那大家看看，几乎一般的人民都不知道，他也不给你知道。再来看刚刚我们介绍的罗氏，这个东亚美国东亚驻厅叫做罗氏啊，这个罗氏他收2015年台湾重要的政治年，他已经这样讲了啊。大家现在来受信，正是时候。因为如果2016年确定了有台湾民政府啊，跟流亡政府采两个政府制度之下，那你们可能你们要来受信，可能的报名都报名不上了，外面都在排队了。安尼大家来即马来上课，安尼有福气啊无？因为我是第一期的学员呐，得几哦，得几哦。啊，所以问变只久啊，哦啊，希望。感恩大家来到三江。他当了回来又当了国安局的秘书长，当不久他说身体不好，又要先跳船了。哦，立委主委嘛，先跳船，啊，帮忙马英九安排救生艇。这个是2月7号发生的报道。好，当然这个是，这个都是立委嘛，哦啊，这个，哎，这是都是国防委员嘛，哦，立委委员他们的，那么不幸啊，他是健康的因素。这个什么时候？3月6号嘛，哈。啊，报纸出来，那就是3月5号的事嘛。啊，3月4号，他3月4号，总统才任命总统府的资政。您大家想看卖咧？3月4号任命，3月5号就叫伊出去啊？是安怎？那遐拄好，咱大家去想哦。咱咱是2月28号在
美国告奥巴马跟告中华民国，去告美国又去告，甲告了了，消息转来台湾啊，台湾啊，接近啊，他要叫什么人去处理这件代志啊？无才去想到讲江宜桦啦。以前江宜桦想讲要转个台，转个台大国教册嘛吼。台大遐讲，你已经迄、那个借调的时间都过期了，从头来。安尼大家唔知怎样讲借调的期间了后，这个爱归从头，你要搁入啊，爱搁从头来审查。迄、那个你的任用资格啦，一个大学吼，要入去拢安怎呢？唔是讲系主任，啊是讲院长、校长讲好，你入来就入来，唔是安尼呢？一定有一个制度讲，即摆要请这个老师先调查看卖，咱系里有需要无？所里有需要无？啊，来讲有需要。这个人以外，各方面的表现，咱会接受无？啊，若会接受，即提到市的事务会议开过会，啊，甲市教评会，市一个大学一个市内底有一个市教评会，市教评会讨论通过后。报到院，院的教评会通过后报到校，校教评会通过以后，才给系里面给人事室发聘，是这个学校聘用的制度。啊，迄阵啊。一个老的行政院，无要转来学校。我拄啊太阳花事件以后，一个下面，咱遐太阳花拢总的啊，因为要做立法院，啊，到尾要去公啊行政院，啊要已经公立啊，这个下达用警察权。驱除这些学生，所以学生反抗，都这个老师太啊不啊没有遵守这里有这规定，因为学生没有枪，也没有刀，也没有棍棒啊，你就是用武力来啊，用镇压哦。警棒啦，啊，水柱啦，啊，拍架呢，啊，所以当时候，伊到尾啊，想要转去，啊，要转去台大唔好转去，啊，唔好转去了后，伊那是咧等嘛，啊，奈拄啊好，咱去加告中华民国政府啊，因才讲安尼要安怎？无赶紧去找一个人去，三月七日就走啊呢。三月七四，甲封关。三月七五，坐飞轮机就出去啊呢。什么人去甲送机啊？这足重要的，什么人去甲送机足重要的。这是什么人去要上去？王卓金啊！王卓金是啥？军政食堂嘞！啊，因两个站在边啊，遐警察在过关卡，看到因头家来，大家都讲话惊嘞，都好啊，干咪讲停嘞？你的卡棒开看卖，有带什么资料出去啊？无？敢唔敢？一定不敢嘛，
是不是惊公务门就出去啊？这一定的嘛？啊，出来干嘛想？伊干嘛去走去纽约迄个哈佛大学啦？啊，主要是伊也赶紧去请律师啦。走去哈佛大学遐看，请到这里律师来做答辩的工作嘛。啊，实际上吼，因老爸破病到要死要死呢，出去无外久，讲因老爸死去啊。啊，真正伊无走，那照一般来讲，如果咱啊无去甲告，啊，凡是伊凡是这也未走，直直拖拖到因老爸死了后，可能看会去。一定会告因老爸嘛，啊，所以讲，阮就爱去就去啊，啊去去了后，伫美国佫听讲因老爸死啊，啊再佫转来，啊这就是啊江宜桦，好大家我了解一下吼，这啊这样足心切的吼，这足心切的。咱去过了后啊，咱是三月十二伫美国要办什么？恁早去第一堂，恁大家有看咱去美国那个啊啥记啊国际记者会内底，恁有看到吗？吼啊，看看迄迄。影片啊嘛，有啊无？啊，你看这个时间，大家去思考，有当时啊吼，世界迄个各种啊诶动态吼，咱来考虑这个时间的观点，啊，咱来做判断。伊这个三月十三翕出来，对啊。三月十二日发生的嘛，是不是？啊，这个就是那个咱头拄啊，咱头拄啊，这个江宜桦去啊策划，咱知影咱甲过了后，伊才去邀请这个什么，这个。应该来参加咱的记者招待会，这些人，你这下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呢，罗伊斯呢，应该也要留在美国听咱的啥记者招待会嘛，对不？正常按才对，不是啦。把他们叫叫来，把叫叫来，叫来带，叫来来来来台湾啊！啊，叫来台湾创啥？伊讲啊，恁来恁来，啊，阮这拢阮甲恁招待外宾，啊，恁都足爱科批的吼，哦啊来，甲科批安排，哦，伊个去会见一些啊党外人士啦，吼啊个。打算的吼，哎、哦，大家接接触比科比的吼、哦，啊，当然这个主席是这个啦，哦，罗伊斯是这个吼、哦，嗯，这个，啊，这话接触比啊，啊，那触比呢？科比讲，伊科比有讲，哦，咱来看看科比安怎讲。去见到面，然后科比甲讲吼，伊个伊在问讲啊，你是安怎选的赢啦？伊讲爱游得比鲨鱼更快啦。这个大家思考看卖，想看卖，安尼伊是毋是讲伫水底的代志？水底。你若是人若受伤，
鲨鱼都挖来嘛，对不？偏到人体的迄、那个、迄、那个味、迄、那个血的味道了嘛吼。伊都咱去看电影咯，啊，鲨鱼嗖这里都来啊嘛吼。伊都讲都爱游得比鲨鱼更快，都别叫鲨鱼咬去啦。有影安尼啊无？哎，想想的，佫有影嘞！这个科比真的真的不得了呢。是安怎？咱敢摸黑啊？有无 ？M1149 有啊无？嚯、哦，这个是会计师全国总工会的理事长出来跟他抹黑，哎，这个咱啊，他邀请来演讲的呢。嘿，罗斯的咱的咱差不多，我迄个时阵吼，咱李三伟遐，哦，我有请伊来演讲，讲的拢是吼、哦、正义吼、哦、很好听的话，伊去抹黑啦。我那要安尼讲，你知哦？会计师、会计师，迄、那个工会咧咧请，迄、那个年会吼、哦，我有参加嘛？啊，我有参加，看到啥？罗斯雷啦，去邀请连胜文来啦，一道一道敬酒啦。啊，去到遐，我甲话讲加油啦。我坐伫倒伫内底啊！啊，早起伊都甲连胜文都拢讲好啊咧，要甲斗三工啊！啊，所以讲去想到讲用会计师专业的身份，使人家可以相信他讲的话，又是账务的问题，一定是有问题的。这实在足夭寿了。啊、根本伊都无这个代志啊，所以吼，迄、哦、是啊厉害。我讲，甲咱新德基会叶前聪话，以前的迄个酒店话，蛮厉害的。伊要离开以前，伊甲所有的迄个所资啊，甲打伫伊迄个做啥新竹做的办公室，我拢甲打出来。啊，迄就是啥？透明嘛，公开嘛。欸，啊，科比我比伊较慢呢，所以咱叶前聪我去甲打出来。啊，我哪会知？迄阵啊，讲叫我去建交啦，啊，我去做建交，我去看到讲，啊，甲打出来。哦，啊，科比那是用这个方式呢，所有的修理吧。啊，甲 M1 啊149的所有甲打出来，甲伊以前的迄、那个怎啊心想，我拢甲打出来。确实，互你去查，无这个代志啊。所以他就要游得比鲨鱼更要快。各一个代志，大家唔知了解无？关于咧卖器官啦、啊。有啊无？哦，啊讲有一个要做啥？美国一个学者一个著作的物件啦，写到伊啦。哦，迄实在，你若普通人吼，安尼就倒啊咧。真正安尼就倒啊咧，哪会遐拄好？美国迄边，一人，你甲到科比到协助。两天啊，把那本的著作啊，拢翻了好势，寄回来。也寄回来，也用电脑的是，一按几分钟就到了嘛。所以，那是讲足多人在把科比到三天，所以讲他要游得比鲨鱼还要快，就是讲，各因这个律师团啊，赶紧。
写一个要做啥？迄、那个稿件和这个著啊，这个作者，美国这个作者，这个美国的作者又证明根本科比都无这个代志啊！公告出来，我遐只水只暗起来。啊！以前小英都无法度啊，小英迄回看伊讲安怎咧？哎、欸，人气足好个对无？两个小猪啊，三个小猪啊，好啊！运气看因大家呢好，大家就热络啊吼，啊个已经太啊风气都造成了哇，去何啥？去有人造假啦！迄个叫做刘刘义祖，迄个宜昌案啦、啊，迄、那个日记去甲改一下，安尼啊，甲即马刘义祖也被判了。这黑头像，伊就是那科比讲的，要有天命，要有运气。要有努力，所以科比会很顺利当选。他就是那么多人在帮助他，而他游得比鲨鱼还要快，就是这点啦。安尼大家清楚无？人家抹黑没有关系，要赶快就啊那成。陈这个叫做小英，我以下的人才无法度，一挂人甲宜昌案，我赶快把那个正式版全部啊公告，啊，伊予人底下咧画画画画台，才变讲那之内咧。好、哦，啊，这就是因为可能是小英没有天命。啊，无迄阵啊，足好嘞啊！吼、哦，迄阵啊，风气啊，伊吓啊，一个伫三明公诶，高雄市诶，做啥？三明公园咧讲迄个话吼、哦，美国也在气着咧讲啊，你这个会输80万票啊！甲咱秘书长讲，啊，秘书长啊宣布，哦，好、哦，这是。我安好大家知影这里吼。啊，咱美国国安啊人员吼，亚太小组的迄个主席啊，吼，那么啊，麦艾文强调了，吼，第一，美啊要确保台湾的安全，在。这个就是蔡英文的竞选啊，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似乎啊，这里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罗氏啊，哦，咱头多看过，这罗氏啊所讲的啊，要给台湾人啊，这里啊，autonomy 就是啊。自治啦，吼、哦，那么因为伊算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嘛，啊，跟选的不是台湾总统哦，哦，也不能啊，是不是我们自治的啊？一个这个就是在啊国安局的官员呐 啊已经这样强调了。啊、实际上，要阁讲这个，就是要阁讲，予大家了解吼。科比咧算的是连战功奖，大师课。马科比讲你是皇民对不？啊，郝柏村过来马下，你是怎么样？黄明是不是？他们只骂到这样，要给谁听？要给他们
第二代的人听了、但是后面那一句话没有讲完，我要他接的就是这样，因为科批是皇民，所以不能来选我们流亡政府的首都市长。这样大家不知道清楚吗？皇民、我们在流亡政府的首都市长，你为什么来跟我们选呢？你就没有资格来选、他是要喊给他们第二代的留下这些人，你们不要投给他，他是皇民啊，他不能来选流亡政府首都的市长啊。但是他都讲一半，没有讲完啊，这就是怎样，这就是事实、这要让大家清楚的、这个 要当总统、没有天命也不行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好了，这个就是要看天佑台湾了、天佑台湾。好了，这一点给大家看看，因为刚刚我们开场白的时候有讲到柯P在台北市在举办那个有做救难演习的时候，有出现，我刚好在看电视看到日本的国旗，就是说日本有派专家来参与在指导，这就很奇怪啊。那我的感觉是很奇怪，怎么很奇怪？美国对科批有这么兴趣，日本台北市的救灾演练，他们派人来在那里参观还是在指导，这你们大家想看看，大家用脑子想想看，是哪会这样？流亡政府的高阶层，因为不知道吗？怎么会科批台北市在做演习，日本会派人来？这样是不是台湾跟日本有相当关联性的存在？不吃饱受用哦，别个国家的代志，他们来这要创什么？这让大家 去思考这个、当然这个啦，这个是安倍晋三的胞弟啦，这个啦就是岸信夫，岸信夫是安倍晋三吼、哦，那个叫做首相的胞弟吼、哦，所谓胞弟就亲弟弟啦，同老爸系统吼、哦，马英九，他的目标是要把台湾带去给中国，你叫国际化战争法，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你要用买卖的，看有可能无？所以你要用安怎是足困难的。伊即马咧制造啥？有时候我感觉黄金平安无啥好运的款啦。我是哪会安尼咧讲，你知影？我的这是我的想法，不一定完全是正确吼。我的想法就是讲，因为黄金平安话，经无偌久啊，头都应该是三月外、四月遐去日本一撮，你唔知知无？有啊无？啊！伊那是安去日本？大家思考看卖，一个国会的议长要去日本，日本若无相当的人去甲安排、去甲邀请，伊会带一挂不同的议员的党派过去。大家去想这就好啊！啊，日本敢食饱遐员工？凊彩讲啊，恁个国会的议员，你带一边来，我来甲恁交代一下，敢有安呢？我伫里咧想吼，甲啥有关系呢？因为日本人吼，拢有这个礼貌啦。有时候阮老爸老母话咧，以前我讲讲吼，咱人啊，拢爱有报恩的心情啦。哪些人提拔我们？哪些人给咱照顾？咱拢爱去讲答谢啦。因为讲到这，我才讲一个啊，大家有电脑嘛？吼，恁上网一四个一，人力银行，吼、哦、四个一，人力银行，世界。名人小传，世界名人小传，张文燕甲点落去，我遐都写我诶格言啦。好、哦、啊，因为遐我写较详细，我为学校，吼、哦、啊，甲我经过的一挂甲。虔诚的人，甲我斗三工的人，我拢有去甲感谢着。好、哦、啊，即句我都有这个思想，我唔在咧想讲，无代无志，王金平会去予日本邀请去日本，咱大家咧想，王金平有对什么日本有贡献？大家想看卖。有啊无？爱有贡献，伊唔才邀请你爱去想有贡献的啊！想看卖咧，伊有啥物贡献？太阳花伊都唔用警察钱呐、啊，安尼有贡献无？大家搁想，太阳花，因是要安怎？免表，迄讲到一分钟啊，表决要通过迄个什么？你迄阵啊，迄阵啊，伊若签了了啊，我中国来只设办事处啊，以后日本要处理的话，就麻烦了。啊，这地是日本的土地呢，啊，是不是伊拢唔使用警察钱，底下污蔑啊，较济讲要偷一个月时间嘛吼，去予学生啊占掉，伊都无要认，啊，若要使用警察钱，遐大家光光出来啦，
啊，念的若通过，啊，我咧想啊，因为阮老爸老母甲讲，咱拢爱感谢咱以前有甲咱提拔的人，甲咱照顾的人，咱爱甲感谢。啊，这是日本的习惯嘛？啊，日本一定讲啊，因为台湾都阮天皇爷，啊，你甲恁保掉咧，较袂以后要处理遐麻烦。啊，我甲你邀请恁再来一撮。我的思考是安尼，唔再去。啊，去倒来安怎？因为伊卡马英九咧，马英九要甲佮调去嘛。啊，佮袂调嘛，爱佮做些代志，也佮去啊。所以，哦，类似安尼，当然马英九无欢喜啊，啊，无欢喜吼。当然，因来吼，因来找唔对人啦。因安怎来找唔对人呢？因都讲啊，阮都开始邀请来，阮甲王金平较熟啊。来台湾就去找王金平啦，找了才去找马政府啦，再去找马英九啦，所以因咧想讲啊，都因都交代到王金平啊，即马来啊，都先来找王金平啊，找了啊，再搁走去找啊马英九啊，当然马英九都去批评了嘛。他什么人咧做总统？所以今日日。因走，因这个人来有达到目的无？无啦。即马那是五月十五就开始实施啊嘛，管制日本的迄个食品啊，哦，类似啊。伊马英九是要制造仇日的，迄个要互咱遮的台湾人民。有对日本的思想反感，实际上我所知啊，在日本的时代对人民啊足照顾的，结果是安怎苦流离高冈啊，安尼尔呢？迄有个人一定唔知啊嘛，人无讲互你听，啊无讲苦流离高冈，啊这都事实啦，啊我75岁啊，当。所以我很清楚啊，哦，因为我都讲，我叫阮老爸叫我道上，叫阮老母叫卡将，哦，啊，但我是什么人？哦，啊，这伊安怎？伊讲，哦，伊讲是安尼，讲了真好，但伊可惜吼，兼顾友谊。啊，解决了啊！实际上他是排日的，他是仇日的，要把他丑化。这个我们从整个状况都可以看出来。啊，足感谢哈！我首先要讲这个苹果哈，苹果这个报纸啊。是香港过来的，吼、哦，伫香港过来，可能四年外前，咱都啊上课了后，因呢讲政治记者来，四年外前哦，要来跟咱访问哦，我迄阵啊我伫咧啦吼、哦，啊。被访问秘书长，啊，秘书长就去穿一套册，我会记得他七本的款，啊，创一个抓落个地咧，有他官的吼，讲啊，你要来甲阮访问，你要访问啥？你也无了解台湾民政府啦，我这的资料，恁提登去看，看了后，恁再来访问。遐个物件提转个，啊，差不多我差不多啊，前一两礼拜才来。迄个当时，五月三号，
啊，当然，好提灯诶，一定诶，一定灯来看嘛，看看咧。因即摆要来访问啊，所以因写诶，我较正确，所以未讲乌白讲啊，未讲乌白写，吼、哦、啊，但是这篇啊，拄啊出来时啊，迄、那个。我拄啊，我伫咱尤先生遐咧坐啦，啊秘书长也伫遐看到这张，我甲讲，这张咱也要去订啊，头爱开咧头到100万以上啦，因为它是什么 AI 呢？AR 什么叫做 AR 你知道吗？也有前面那个就是 AE 啦，翻过来就是 AR 的啦。一定要报完啦，啊，当然他报的也蛮中肯的啦，他只用唬的啦，哦，讲啊，你那讲好难啊，哦，四万，哦。哦，是吧？啊，事实上有这个四字啊。哦，一讲讲咱河南的，所以我们才讲，拜托大家啊，咱那是伫这40000人内底啊，一个国介绍10个来，咱就达到美国国甲恁要求讲41万来领台湾身份证啦。安尼，大家回去。较加油，拜托好唔好？感恩啦，感恩啦，哦，大家加油啦，感恩啦，哦。一个咱家的4万人，啊，一个介绍10个来，啊，咱就41万啊，啊，咱就，确实咱啊目标全部都达到。甲美国讲，我就排在这边嘛，我按照你的规定嘛，因为美国人甲咱答应的。别乌白讲，美国人诶做代志，别乌白讲。啊，那中国人咱唔知啦，我那讲中国人咱唔知，中国人就是上台讲一场话，下去又讲下面的话。真正吼，真正啊，因为我做老师吼，比较会守这个规矩啦，我不会我。在台上也都是讲正确的话，啊，台下也讲正确的话，所以不会我别来，哦啊，因为我们我跟你讲，你别查我，就简单嘛，哦，上网去查就好啊，的，我敢会使我别讲你，哦，安尼，啊，当然。会使去看看这份报纸吼，哪兴趣吼、哦？去看这份报纸，实在我个感谢啦，有报的比较中肯一点。因为伊那无写用符的吼、哦，阿伯讲，写甲你禁刊嘞，你知吼？禁刊你知吼？我是凡写下迄个做啊，迄、那个唔好你阿爸先，迄个牌照才唔发好你，你后边后边有做啥？这流亡政府咧，做啥？那讲台湾民政府咧告流亡政府的，那个迄个外交部长看看的，国家大都等来讲写自首，这个代志恁大家知无？我顶礼拜拜一。坐高铁碰到咱一个立法委员，吼、哦！啊，我甲讲这件代志，我甲讲吼，请你去咨询啦，叫外交部长来咨询，我要互因知影，咱外交部我足闹开的代志。
啊，这第一个，我跟你讲吼，这个是啥？你知影？第一个时间，秘书长阿门讲，哎，啊，你哪有这份？我还不做，哎，我来看到遐大号。第一次看到是秘书长跟我问说，哎，啊，这敢当提供的给伊？我不可能嘞。哎，国家看看了啊，讲。因我来读初级班，来这上课，但是伊无上头无表示伊是记者的身份，伊也去买车交6000块。上课了后，讲啊，都在分国旗，初级班上一面国旗，啊，叫人讲爱甲翕伫那上，才会知影讲，哎，啊，秘书长甲讲，哎，啊，我哪会遐好？咁啊！哦，啊，这就是啊！你看，因是不是来这受训了后，我也感受到讲，咱确实伫这是要好台湾未来子孙过得较好，拢是这个现象嘛。哦，啊，这就是。好，大家，啊，恁看到这，到这嘛，恁的生活安怎？是不是转的？一定爱叫较少年的，爱有专业的来上课，安尼好啊，好啊。好啊，谢谢哈，谢谢。啊，这我就是讲，即马是四个嘛。啊，日本我是足感冒嘞啊！啊，感冒你都无法度啊！你望政府那一边都啊，你那是无个办法。但是咱从科批的迄个做啊救灾演练内底有日本的人员。参与，我的判断吼，我的判断，后回我可能用啊琉球的模式，把台湾返还日本，由日本再来辅导我们。慢慢来完成我的想法。啊，那安尼是啊，美国唔只叫咱，我今日暗时咱伫日航公司底下做酒会。这拢是美国的安排嘛？那是要去予美啊日本知影讲，台湾民政府就是美国指导下，未来要协助日本来完成台湾归还给日本天皇。我咧想，这拢有这个步骤伫咧。咱大家用脑筋想想看，不然哪会遐熬？伫日本的外交迄个杂志上去做这个广告，咱会派一队人去日本。我去日本啊，尤其去。十二月，甲大家宣布，十二月20甲24，已经4年啊！这个时间，拢去日本，啊去日本创啥？拢去拜咱遐个做先人啦、啊，等于为日本战争史的
本土台湾人39,100个。啊，咱拜了后，就去日本迄个阿重桥位啊行入去，压这个旗啊，四年拢压这个旗啊入去呢。以前咱无去，以前啊，因遐个旗啊，清一色个啦，拢安尼啦。第二年咱入去啊，咱第二年咱入去，咱也安尼入去啊，啊，互咱入去啦。因遐个报社顶出来啊，是安怎呢？甲咱这粒啊，拢擦到红个啦。因报纸唔敢甲咱这粒顶出来，因这粒较细，因这粒较细粒嘛。咱这粒啊擦红个较大粒嘛，啊看起来都甲咱规粒拢擦红个啦。第二年啦，啊，到尾第二年去，伊就无安尼做啊啦。所以讲，有兴趣要来甲日本天皇说啊，讲天皇陛下万载的人啊，咱拢爱穿咱的服装，吼、哦、啊，12月20甲24，咱大家斗阵来去，好啊，好啊。哦，啊那好哦，啊大家回去吼、哦，小欠的吼、哦，爱开38,000啦吼、哦，啊甲大家小欠的吼、哦，啊大家来，啊我已经去4年啊啦，今年那身体因准我去，我也搁去啦，吼、哦，大家我来做一挂创造家己的历史吼。哦创造家己的历史。啊，这大家有看过吗？吼，这有大家有看过无？哈、啊？这全国法规资料库吼，这拢汇聚安尼。这有看过吗？吼，哦，咱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吼，咱千万别好看啊，这足济的啦。吼、哦，啊，这有看过都，看过拢会煮啦，啊那边都，吼、哦，这拢会煮啦，会煮吼，会煮会煮会煮，哦，拢会煮啦，啊，这也大家知嘛吼、哦，这，系啦，要，这就是要去平潭岛嘛吼、哦，啊，这就共同政策，这美国规划啊，无咱也唔知啊，吼、哦，这应该我系大家会知影啦，吼、哦，啊。好啦，咱看这个影片好啦，平潭岛的影片哦，大家看个哈。那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好，现在很多人呢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当官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哦，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了。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李纳伦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如果说他寄出年薪2-300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络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
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台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技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勤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是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综合报道。啊，咱今麦过来算破啊，这里受破坏台商哈。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采。这我甲补充一下吼，让大家知影。我外头应该是4-5年前吼，我本身我是仲裁人，咱。中华民国仲裁协会的仲裁人，大家唔知怎样仲裁人的资格的取得啊？怎样唔知啊？啊，举手就好，那怎样人？哦，他都唔知吼。我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简单讲一下，仲裁人就是民间法官呐、啊。所谓民间法官，就是讲你必须要具备一个专业，通常是爱助理教授以上，在学校助理教授以上，3年，你可以去报参加仲裁人员的受训，受训啊，学分通过还要考试。考试要70分及格，
我们考完了以后，我们的名册会送到那个行政院的司法行政部那边备案，来参加仲裁协会。我是仲裁人啊，刚好有机会去北京，他们是第一届在北京开的会。我到了研讨会完了以后，我举手问，因为他们是北京的那些法院的法官啊来参加了啊，我举手我说请问哈，为什么台商在中国打官司的时候多判输？他们怎么讲？违背中国政策的判输。啊，什么叫做中国政策？啊，我联想到我在国外的时候，有跟上海的一些移民在国外的，他们说在国小的时候他们受的教育，说台湾为什么会比中国还要富有，因为蒋中正把我们中国的黄金啊都运到台湾来，造成他们的想法说台湾的人拿到我们的黄金啊，你该死。我们抓到这个机会，这个给大家去思考，因为他们的人民大法官啊告诉我这种啊，所以要跟亲友一定会有在中国做生意的，赚到钱有机会赶快回来啊，能够留一个生命在，要不然以后可能生命就有问题哦，连命都没有，真的是这样哈，这个是自己要去思考了啊。我们很感谢大家今天啊能够在这边啊，刚好有这个缘分，希望拜托大家回去做两件事，一件刚才讲过了，去鼓励年轻的有专业的来报名啊，来上课啊，回去要回到桌里面进里面去邀请你们周围的朋友来申请身份证，这两件事拜托大家好不好？感谢大家啊，今天到这个地方结束啊，感谢啊，谢谢。各位同学，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谢谢张议长的闭幕式。